电影反映真实，而电影有时候也会反映出我们一些刻意选择忽略的问题。今天看的是爱沙尼亚的电影，叫《沉睡的野兽》，它描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在放假期间差点杀了工厂管理员的过程。看起来好像讨论儿童可以残忍到匪夷所思，但是会提出更多值得我们再想一想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报道。百无聊赖的暑假，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最喜欢的游乐场是附近的废弃工厂。小小团体里有孩子王女孩、跟屁虫男孩、怕孤单的小姐妹，还有有点害羞的男孩克里斯蒂安。打不进哥哥的青少年朋友圈，克里斯蒂安不想再被仅有的同侪团体扔下。大人越禁止，这群儿童以上少年未满的孩子就越想进去废工厂玩。他们都看到了禁止进入的牌子，也找到了钻进废工厂的小路。屡次阻止他们进入的老麦管理员，在驱赶孩子时跌进地洞里。在禁止他们游乐的大人中，最弱势也是最前线的对抗者，老麦的管理员跌入洞中后，仿佛成了孩子们的阶下囚。尽管老管理员不断哀求，他们也不去向大人报告求助，甚至扔下草给管理员吃。孩子们首次尝到情绪反转可以控制大人的乐趣。出事不说，也是怕闯祸被骂，但还是有人注意到老管理员失踪了。克里斯蒂安也向兄长求救，被视为叛徒而遭排斥时，他发现朋友们竟然堵住洞口，不让大人找到管理员。警方开始搜索找人，为了避免一切被发现，小孩们还放火烧工厂，完全不顾可能把不久前才翻脸的友伴也烧死。克里斯蒂安鼓起勇气凭良心行事，除了被同侪排斥，也得面对最害怕的家长和警方。变调又煎熬的暑假终于结束，回学校的车上，克里斯蒂安看见了远方骑车的老管理员。公示主题之夜论坛邀请各行各业来宾针对这部电影讨论儿童为何会做出脱序或残酷行为。其实片中孩子们并非全无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只是比起救人，他们更担心的后果，第一是被同侪排斥，第二是挨骂和被处罚。因为这个警卫之前就已经有去告状过了，所以小孩觉得他爬上来会再去跟他们的家长讲。孩童们直观的选择是两害取其轻，会不会挨骂与父母的关系显然重于陌生人的性命。都说小孩子才做选择，但成人们也常面临抉择压力，只是对儿童来说，同侪压力和自我认同是他们更在乎的事。想要救那个警卫的那个小男孩的妈妈，她其实是比较能够同理，就是像所以那个小孩比较想去救人。对，因为像家长跟孩子的关系主要是一个很高对下的关系。最后放火烧那个房子的小孩，就是他爸爸一直给他灌输观念，就是他要当一个男子汉。而霸凌与耍狠很可能是孩子证明自己的一种尝试。影片最后，克里斯蒂安的父亲用同理心安慰他，孩子与大人的关系是有话愿不愿意对家长说的关键。犯错后的孩子就看有没有接纳与关怀他的大人，让他有勇气学习与改变。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